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子。今天我们村儿呢又有一件热闹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村水库里打鱼了。要不要去看热闹？要不要？去不去看打鱼了？哪来个鱼？水库里。哦，这里看到了。你看要去买，买了鱼不好吃。二妹，今天快点走，八点钟了。我看你这个翻新，我就想多看哈了，去那端饭。换了个新翻新。这，二妹。反正我们走龙的话，他们都打完了。跑得快。我爸爸他们都已经接了，这个就是打鱼的车，因为我们走快点，他不来热闹了。今天英子和瓶子两姊妹还来我们的这个水库看上来。他们打鱼挺热闹的，朋友们，你们见过打鱼的场面没？我们去拍看。嗯，那鱼也在开始收，你干嘛在挑？哦，他们是在这里拿过来的。嗯。现在这个载鱼的船，就是慢慢的向水库这边靠拢了。如何？好多鱼啊！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鱼。还有这些当地的人来买鱼，那种兴奋的感觉。有些人背个背篼就跑进来了。大家每次都是那种惯例，听到打鱼啊，那些结结的很。对呀、就是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，可以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我们关注我们的头条号。拜拜。